各位大家好，我们今天先过去摩拉站，然后明天才钓鱼，因为路途遥远。Let's go。现在是早上5点，我们从马古出发到摩拉站下。由于摩拉站下我们找不到适合的民宿，所以昨晚我们选择在马古住一晚。那么虾对于喜欢钓生鱼的朋友应该是一个非常熟悉的地方，它是位于彭亨州云滨县里的一个小镇。从 KL 出发到摩拉站虾大概需要3个半小时。这次的钓点的选择是在于油中巴里的水道，这些水道是连接到附近的河流的，所以当雨季来临时河水上涨会把鱼一起带进油中巴里的水道，河水位退后就会把鱼留在水道里，所以这种钓点属于季节性的钓点。我们必须注意河水几时淹进油中巴，然后观察水道几时开始退水，因为这种钓点的水位越低咬况就会越好。这一次的目标鱼是2公斤以上的生鱼，其实在 KL 附近也可以找到生鱼，但是要钓到超过1公斤的呆呆其实是非常有难度的，更何况是2公斤的呆呆，根本是比中彩票还难啊。所以这一次去摩拉站下的目标就是钓大生鱼，加上这个钓点的呆呆原本是生长在河里的，所以它的爆发力比起我们一般在湖钓到的呆呆会更为强劲。到点了，我们现在开始用雷蛙看一下待会有没有水面爆破的画面。在不熟悉的钓点，通常第一波我都会抛水面泥饵，原因是不清楚水底的结构，所以水面泥饵可以减低卡底的风险。当然也要考量现场的情况，如果在风大的情况下，我就会选用米诺或者是其他中水层的路亚。如果没有办法需要用拖底的方式来搜索鱼的话，记得选用具有防卡底的路亚，或者选用曲柄钩。没有什么反应，我们换点再试一下。用这个 Osmi 三连射，小型版本12cm。来，我们试一下。抛出去，然后等它沉，给它沉底的。然后平拖就可以了。2 hours later。是这个 Osmi 三人字，很糟啊，放它回去。B 三是新的，这个叫 Disco， 你看它闪闪发亮。我再穿一下，走啊！一条鱼就 OK 了 ，OK。
没错，现在已经回到家了。这次的摇框真的是掉到捞晒。其实刚刚进油中坝的时候，看到周围的环境，昨天已经是下了一场雨，水位的高低是直接影响了这次的吊框，所以这次不敲龟其实已经是算是非常好了。毕竟钓鱼靠的更多是运气，对吗？我一开始的时候是用雷蛙钓生鱼的，但是水面上的泥饵对他来说是没有太大的兴趣。幸好我有两手准备，来和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Osmi Baby Silencer。 这个软饵是专门为了钓呆呆而研发的，我在之前的影片已经介绍过了他的大哥 Osmi Silencer， 就是这个。这个的长度是 18cm 20g。 我在之前钓鱼骨的视频已经是介绍过如何设定这个软饵，如果大家还没看过那个视频的话，待会大家可以点击来看一下。来，我们换个镜头，让你们看得更清楚一点。来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，它的规格是12公分，重量是10克。这个 baby 三色总共有6种颜色，分别是 white bone、goldback、ruby、thunderbolt、pinky bands， 还有 disco。这个软饵的对象鱼是呆呆，同样的你也可以钓获体型较小的鱼虎，还有帝王三尖和水马骝。它的建议的钩的尺寸是30号至50号的曲柄钩，同样的你也是可以准备2种曲柄钩，一种是带铅的，一种是不带铅的。这是主要看你希望这个 SB 在哪一个水深活动。我当天是采用了这个带铅的40号的曲柄钩，原因刚刚我也是说了，早上我用雷蛙是没有任何反应，所以我希望这个 SB 在更低的水域活动，希望可以刺激到呆呆来咬饵。它的防卡功能是非常出色的，而且当鱼咬钩的时候，鱼钩是完全可以露出打穿鱼嘴。来，我开给你们看，我手中这个就是 Disco， 你看一下闪闪发亮。它的建议价格是30马币，里面会有5只，1、2、3、4、5。来，我们放到一边边。我们先把钩说完。至于 Kevlar 就不一定需要，因为呆呆的咬合力没有鱼虎来的强。当然，你也可以是绑上啊，这就是看你个人的喜好。我这次的钓组是前导直接绑0号的 snap， 然后接上曲柄钩上。来，我大家示范一下怎样把钩挂上这个软饵。首先我们取一个软饵出来，然后曲柄钩对准嘴的位置，这个是头，这个是尾巴，我们对准它的嘴的位置勾进去。勾进去过后，我们穿出来，就这样子，然后转，然后往里面推，然后从腹部把钩穿出背部。然后把钩藏起来，就是这么简单，就是这样子。只要挂好的泥饵过后，不要影响它原本的设计，这样一般都不会影响它的泳姿。当鱼咬饵的时候，钩尖就会突出，就可以打穿鱼嘴了。最后提醒大家一下，就是这个软饵在使用过后，记得把它放回原本这个纸袋里，而避免它变形。你现在在看这个频道正在是冲人数的时候，如果你已经把影片看到这里，请麻烦大家高抬贵手去按一下订阅那个按钮，因为这是对创作者最好的鼓励和支持。影片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
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 ，OK， 拜。